大家好，我是本本。那么今天我没有睡着觉，这个没睡着觉之后呢，翻出来了硬盘里边一个非常神秘的文件夹，这个也是当初的下载好了没敢玩的一款游戏，是一款非常恐怖的游戏啊。当然了，之前我也是没有玩过啊。这款游戏，哎，感觉很新颖嘛，不像以前的恐怖游戏是那样样子的。是彩色的世界，或者像逃生一样，有什么东西在跟着你之类的，这个完全很开始很突然，没有任何界面，直接点进去就开始啊，感觉有点恶趣味啊。当然了，管他，我去，哎，今天不被吓一吓，怎么好意思对得起观众老爷呢，对不对啊？这个 WASD 是。这个行动鼠标是这个看视野，这个门逃生门。哦，左键是开门啊。貌似被关住了，出去。本来是想方法逃出这里了。这个游戏的风格呢，只有黑和白啊，感觉非常像以前玩过的一款恐怖游戏啊，叫做《潜伏》。这个风格非常像，它那个风格是边框是白，掉来一把钥匙，这边呢什么都没有，右键是蹲，哦，原来如此，感觉操作好别扭啊，找找看有什么东西啊，刚才说到哪儿啊？潜伏，对，以前录过那款恐怖游戏的直播啊。叫做潜伏，那款游戏就是全是边框，然后你心跳会放出那个波线，声音可以探路。那款恐怖游戏对我来说感觉挺不错的，做得非常好。厕所嘛，为什么厨房旁边有个厕所啊？这个也是。哦，这把钥匙，哎，掉下去了，开不开？可能以后有什么工具吧，不知道。哎，算了，管他呢。这门也开不开，上楼看看吧。有了钥匙，估计能开门了。我看看能不能开这个门。佳佳，也没有锁，哎，显然不可能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上楼看看有什么东西。这有个一，这有个二，这有个三，这有个人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开门吧，开不开？开不开？三，哦，一能开开，哎，一的门开开了。这个墙上印了个什么玩意儿？人家钥匙等于开门，但是两个人家钥匙就不能开门了，哼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这里没有另一个人，但是我不知道一会儿有没有另一个人。没有钥匙，这有一个门和窗户，过不去，都被锁上了。哦，这把钥匙，哇，怎么把钥匙藏在这种地方？也是。也是，哦，这个门能开开了！我操！我的妈！是个人吗？不知道，可能是一个假人吧，估计。先开柜子啊，没东西啊，貌似。这个，我操！我操！干嘛？
这是一个，有这个，这是个人吗？不是个人，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啊。钥匙，我操，干嘛？啊，钥匙等于人，等于心，我操了！我呀！我跟这个东西，我不想看见它，有点瘆人啊！我擦！我干什么？天啊！哎呦！我操！不能扭头啊！扭头就给扭头就会看见他。人等于钥匙，人也等于心。我逐渐哎，哦，榔头。我估计能开底下的，我实在不想让他跟着我。哎呀，感觉好瘆得慌！你想想，一个没有头的东西一直跟着你，你能习惯吗？而且还是这么瘆人的东西。那么能不能把它打开了试试啊？哦，哎，真的能打开了，把钥匙捡起来。我靠！你能别老是在这儿出现吗？虽然说你的身材。确实不错，也有点萌是吧？但是你这始终我是不能接受啊！这个钥匙上面写了个三，貌似能开这个三的门。哎，开了，进去看看有什么东西。哦，有个钥匙，钥匙上面有个头的挂标，估计能开头。那儿？哦，说的是这个。不能从他身体里边穿，能穿过去，只不过穿过去就会有奇怪的音效啊。试试啊，咱们把这个门打开一下，里边并没有什么人啊，就是个普通厕所。马桶盖儿。我有听见女人的喘息声，里边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。我操！不要这么突然出现吧，真的是，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他走进去了。哎，这是个哦，哎，哦，这是那，原来是个头哎，哦，原来是个头，哇，那个躯体是哇，这就安上去了。我操！我还以为他按上去会把我杀了呢，吓尿了。而他现在来开门哦，他身体里边这个形状是个心啊。啊，看了眼墙，估计他也看不懂。人家钥匙容易开门，而两个人家钥匙却开不了门，但是他也没有我钥匙。我操！我知道我活着门就开不了啊！我逃不出去，门怎么被锁上了？我操！姑娘多大时候了，至于走那么多道啊？我靠，这我又不是成哥啊！
操！然后我被杀了，门开了。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这个只能有一个人离开那个房间啊，只能有一个人离开那个房间。所以说，我试一下，试一下，我试试。因为这有一个新的门，那个女的没有心，可能这个门里面有什么东西啊。我试试能不能两个人一起逃出去啊？这个妹子简直黑的太快了，黑的太快了。太恐怖，太恐怖，太恐怖！果然，没有新的妹子都是怪物吗？拿下钥匙，哎，来把妹子给放出来先。拿下扳手，去找第三个门的钥匙，在楼底下那个管道里边啊，把它拿出来。这回就现在碰它一下才能拿。哎，拿到钥匙，上楼看看有什么细节，是有没有钥匙之类的哈。找找看啊，没有，而且妹子也没跟着我了，这回妹子没跟着我。我靠，我刚说了个什么？秒收 flag， 这简直了！不管他跟着我也没有无所谓了。开门，看看第三房间，我是没仔细搜啊，貌似藏了点什么东西啊？看有没有东西。哦，那可能是二，哎，这个钥匙，头的钥匙。呀，哦，这个钥匙。钥匙上面写着新，哦，是该新的那个门了。其他柜子有没有钥匙？没准这个钥匙开不了啊。妈死，没东西了，搜刮一下，没东西。行吧，走吧。先不开妹子的头了，试试。我操，在这等着我干嘛？是。好瘆人啊！这个，哦，哎，果然能开了，哎，这不知道什么地方，哦，这是心脏吗？我心脏这还能跳，是不是让妹子进去了？哎呀，我还真的是，我这就给蹲下来了。怎么安回去？哇，这硬往里边塞啊！哎呦，哎，这样的话也是能看见了。妹子是，哇，靠，不能理解，这是血啊！天，这个心脏居然还能跳，简直不科学啊！哎，管它科不科学，这个东西挺奇怪的啊，有点那种心理暗示的感觉。哎，听见声音，貌似妹子在开门。妹子好萌啊，这个看望的。现在妹子有了心了啊，不知道有了心有什么用。哦，等于两个人有钥匙，但是不能开门，只能说是去掉一个人。我操，要杀我吗？啊！干嘛？啊呀呀呀！啊啊！我靠！我天！啊！别，好吧，妹子，我靠，这够了，哎呀，好吧，妹子选择了自杀，为了，好吧，这个结局可能暗示着这个。人有心才好，只有一个头脑，没有一个心，只能说是，哎，
谋害别人？没有同情心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反正最后妹子是自杀了，为了能让我逃出去，非常非常牺牲了精神。有了心之后，有了感情之后，做出这样的选择，可能是表现出人的内心的能逃出去了吧？现在也能逃出去了。好，这就应该就是两个结局了。唉，这就是两个结局了。唉。